黑潮拥抱下的台湾，海洋物种数量名列世界前茅。全世界大概35,000-36,000种鱼类，台湾大概有3,400-3,500，常态性是占世界的1/10。哇！南洋溪口随捕鳗人浪尖搏命，鳗苗啊就顺着这黑潮了，台湾是它的第一站。蓝屿朝鱼记，体会达悟族人对大海的崇敬。每一条鲱鱼都有它的灵魂，我们会跟它说声谢谢。透过南方澳青鱼产业，回顾台湾近代渔业史。青鱼聚集最多就是在黑潮的边缘这个水域。人类无节制滥捕，听见海哭的声音。鳗鱼增长的地方受到人为的污染破坏最严重的一个栖地。这个减少的量大概是由渔获量上面来看，这3年减少了20%-30%。珍惜黑潮拥抱下的丰饶。礼拜天晚间8点，陈雅玲，天选之道。